知不知道，其实桑葚呢被誉为是21世纪最佳的健康果品，哎，所以呢应该要多吃哦。真的假的？那桑葚可以不可以提升免疫力呢？那我应该要吃桑葚的鲜果呢，还是喝一些桑葚醋，还是？不要那么紧张，待会儿记得守着我们的节目，我们一起来解答吧。